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其实有一句话，我一直都很想问你，但是现在我决定不问了。可以借我10秒钟吗？10秒钟，你要干？喂，陆言正。就10秒。一。留下我们名字才对。明明你退出，我却不肯认输。TL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耗尽我的全部，其实我比谁都清楚。嗯，这块你留好，等我们最终拼完的时候，你再把这块放上去。最后的喜悦留给我是吧？嗯。谢谢陆总。开始吧。九。以后我都会和你保持这样的距离的，不会让你悲伤。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说，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只要你回头，我都会在意。